有些人有接受，那个法流进来，你会有接受。你们这里有接受的，举手一下。有感觉到法流从上面下来，一直到全身。啊，有几个人都有接受，啊，都有接受。那个法流它可以从你顶上下来，到你的全身。它有四种接受，就是地水火风，四种接受。地的接受，法流进来的时候，你感觉到自己好像一个山一样，坚固如山。这就是接受，感觉到非全身非常的清凉，但是不是冰啊，不是冰哦，不是凉到像冰一样让你发抖，感觉到很清安清凉进到你的身体，那是水的接受。火的接受，你就觉得从顶上一直热，一直热到脚，那是火的接受。风的接受，你身体会震动，那是气的动，法流像气一样震动。会震动，好像是说你轻轻的，它就轻轻的动，啊，这就是法流进来，啊，就轻轻的动，那自己全身都感觉到，哎，自己全身都有一点震动。这四种接受，地水火风，四种接受。